远离塑化剂，茶包冲泡有诀窍。其实这种茶包呢，我建议大家第一泡先泡冷，就是先泡水哈，一定要先放冷水。其实它上面先放冷水，第一泡先热水下去，让它纤维泡开了，把它倒掉。或是大家想到的是农药或者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想要把它冲掉。其实你先用点冷水，再用一些热水，大概在60°C 左右是会比较安全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